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展开猛烈的攻击，除了有中国私下来资助武器，现在美国也抓到了有另外一个小帮手，那就是北韩资助俄罗斯的证据。北韩呢，靠近俄罗斯边境一个沉积非常多年的港口，从去年10月开始被拍到港口停着源源不断的船只，数百个货柜正在装卸货物，铁路上火车也整装待发。专家界研判啦，这绝对跟俄乌战争有关的军火贸易。但为了反制俄罗斯，世界七大强国都要援助乌克兰飞弹，要来破坏普京连线的恶势力吗？建平哥，明君，进入2024年，很多西方国家都在想说，俄乌战事是不是快结束了？俄罗斯怎么那么有信心？似乎是在这几个月甚至半年内就会把这个战事打完了吗？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啊，他现在就这个跟大家解释说，根据美方所掌握的情资显示，他们发现其实俄罗斯能够撑那么久，然后能够打这些弹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好像消耗不完一样。后面原来是不止中国，还有这个来自伊朗等这些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的势力在帮忙，暗地里在做他的八股之外，后来又被他们抓到了一个北韩。北韩这个在朝鲜半岛的北韩呢，他们最近发现说，向俄罗斯提供了一些弹道飞弹发射器，还有一些弹道飞弹。那这对俄罗斯的这个军武资源来说，不次为一个大幅的这个升级。那现在这个科比就讲，北韩提供的飞弹射程大概都是900公里。那我要特别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般弹道飞弹都会分成短程、中程跟远程。对，500公里以内算是短程飞弹，那500到1000、1500以内再算是中程飞弹，900公里就算中程飞弹。如果超过2000公里到3000公里以上，那就是长程飞弹；那超过5000公里以上就是洲际飞弹，那就是越来越远这样。那所以900公里算是已经中程飞弹的这个等级了。他说，在过去一个礼拜之内啊，科比有讲，美国发现俄罗斯至少有2次拿来对乌克兰的战场上攻击乌克兰使用，嗯，所以俩丢啊哦，就是他们给的嘛，北韩给的。对，所以这个韩国国家情报院，南韩哦，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也有揭露说，北韩其实从去年8月的时候呢，2023年这最近的4个月了呀以来，已经向俄罗斯出口平均啊超过100万枚的这个炮弹啊，那这100万枚可以甚至说啊，应该都是重火力以上152或者155公里以上，就是非常火力强大、重大的这个炮弹。而俄罗斯啊，让他等于拿到北韩这一批炮弹之后，平均每天就可以多发射2700枚，快要有3000枚的这个炮弹，也难怪他有这么多的火力和弹药去轰炸，然后攻击这个乌克兰。那事实上啊，北韩的这个飞弹也好，炮弹也罢，它的这个火力的确强大，但是要特别跟大家讲，它没有像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精准度那么高。好，其实今天也有人才问我说，那精准度怎么比？它如果说美国的飞弹精准度是10公尺范围落地的这个目标，大概就会爆炸的话，北韩大概要乘以5倍，是50公尺，可能炸到了这边就它相隔50公尺外，真正是落弹在那边，所以还是有差。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用数量取胜，所以。最近啊，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的这个 Channel One 第一频道，他们也罕见的这个直接直播，虽然是直播，播出去的画面没有留下来存档，但是还是在当下被截图了。难道是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你自己就泄密了吗？那等于是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你跟北韩，你看到这张画面那个是不是都是蓝色的？对。那你等于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你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金正恩今天又不平静，在那边对韩国联兵岛又发射200多枚这个炮弹，所以你是不是就已经跟金正恩讲好了？你透过北韩平壤当局源源不绝的把你的这个武器弹药输送到这个莫斯科？不是我们来乱讲，其实在美国和西方的这个国家，他们透过紧盯着他们每天回去看这个卫星定位，还有这个卫星的这个图。结果你现在看到卫星的这一张图呢，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这个图是北韩的罗金港港口，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码头，放大给大家看，有点黑黑的看不清楚，但是你看都是这个北韩的货船。货船旁边都有几百个这个货柜要装箱的那个哦，停泊在这个码头旁边，准备要上去装箱。在这个北韩的罗金港码头的旁边，这一条一条的就是火车，它的火车的这个货运的列车又在那边准备这个出发。然后火车上的这个货运列车当然是可以载很多的货柜装箱，就跟那个货船一样。那我们当然没办法从这个去研判说，
他的货船上面装的是民用的物资还是军方的武器弹药。但你要讲，如果北韩可以出口这么多民用的物资，他们经常就不会经常发生什么饥荒啊，或者是什么物品不够啊，自己国内都不够用了，怎么可能出口民生物资？就我们台湾话常讲的，车甲都没搞，阿哥被爬光，所以。但是它军用的东西很大的，因为北韩是先军政治，什么都是要提供给军事使用，所以合理的推论研判，是不是上面都是武器弹药、军事的这个物资，然后源源不绝的要送到哪里？这边呢是俄罗斯的杜奈，从这边到这个俄罗斯的杜奈180公里的地方，没想到卫星从卫星的这个空照图可以发现，卫星定位要去追查这些所谓的货轮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不见了。在这个地方却消失了。他们的国际海上转发器是很重要的。这什么东西？一般船运在航程当中，你不能随便关掉。一方面要显示你的位置所在，方便这个国际大家能够追踪，看你在干嘛，辨别军民使用，以免也被人家误击误沉。还有就是，万一你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你要 SOS 啊，搜救的时候可以救你，还找得到你的位置。你为什么甘冒这种风险，把国际海上转发器给关掉了？你在逃避人家卫星定位，你去哪里吗？那你从这个北韩罗京港出发的这个船只，跑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领土的杜奈港这个地方，这180公里航程，你这些船难不成就变成幽灵船只？你是在回避吗？然后180公里的这些船，你是不是运刚刚我在推判的这个军火物资运到了这个俄罗斯，又逃避了这个国际的追踪？所以从这可以看得出来说，是不是北韩好，俄罗斯就靠着北韩这些哦源源不绝的军事物品还有弹药，然后提供给他，让他不断的继续打这场俄乌的战事，显示俄罗斯还有这样的一个大盟友来帮助他。的确，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说你运的是正常物资，何必要关闭这个追踪呢？偷偷的把军火运到俄罗斯去哦，做这个私下的资助啊，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也让欧洲国家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有七大国要跳出来，要援助给乌克兰更多的火箭弹药。那这些火箭弹药，金平哥有办法抵御俄罗斯现在所获的军武的一些装备吗？能不能抵御，其实战事还没打完，都很难言之过早。但是明君，你刚刚讲俄罗斯有他这个北韩的朋友，对，那难道乌克兰就没有朋友吗？乌克兰也有七个国家的这个朋友。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好朋友波兰，他就跳出来了。波兰的这个外长叫席科斯基，他是去年12月才新任命的，他是对俄罗斯的这个强硬派，好，所以一个主张的主战派。他呼吁这个欧盟和北约的这些国家应该要对乌克兰提供这个远程飞弹来对，然后对付俄罗斯的他的这些飞弹的这个发射基地跟他的这个指挥中心，然后呢让这个乌克兰可以在这场俄乌战事的时候对抗这个俄罗斯啊。所以波兰的这个外长席科斯基是其实他讲到了乌克兰的心理，而且他最近一上任之后，他就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选择乌克兰，所以你看到等于是坚定挺乌克兰的盟友。那除了波兰之外呢，波兰也提供很多的这个武器到乌克兰了，而且之前在英国训练的这 F-16 的这个飞行员，那有不少已经转到了波兰跟德国的基地去持续受训，受完训之后就要回去乌克兰开 F-16 对抗了俄罗斯，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提。但现在除了波兰之外，还有欧洲的四个国家，首先是包括德国，还有这个荷兰，以及西班牙，还有东欧的这个罗马尼亚。为什么会提到这四个国家呢？因为这四个国家一起联合砸下了55亿美金，它差不多1700多亿元的新台币啊，买了1000枚的爱国者飞弹。这1000枚爱国者飞弹应该是爱国者三型。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节目中告诉大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突袭了大量的各式的飞弹啊，包括什么很多的这个匕首啦、极音速飞弹啊、这个口径飞弹啊，还有各式的这个武器啊，结果至少有60-70枚被乌克兰的这个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说他都拦下来了。是，然后据说那些拦下俄罗斯的这些各式飞弹的这个武器应该是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三型台湾也有，也是现役美军最先进的，也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在使用。所以德国、荷兰、西班牙、罗马尼亚砸了这个1700多亿元新台币去买了这个1000枚的爱国者飞弹，那当然可以帮乌克兰很大的忙啊。对，而且它部署在这个欧洲、北约的这个各军事要塞，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知道说它大概什么时候它会部署在哪些地方，但是以这四个国家跟北约合作来讲，那应该是在北约最前线，那跟乌克兰也这个离不开关系。那其实我也要特别跟大家讲，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除了这四个国家，还有现在美国、英国本来就是持续在帮助这个乌克兰。
现在他们要在这个宣布说重启乌克兰的 N 拐拐拐 N 拐拐拐是一门，你看它后面这个屁股这边尾巴重底部这边它有一个拖椅式的，这是它不是自走炮。虽然乌克兰说自走炮当然是比较激动啊，可是 N 拐拐拐它是很多是钛合金、钛金属制成，它有什么样优势？它比较轻，然后它的炮弹是155，就是155公里的，然后炮弹的这个火力强大。那美国跟英国之前啊已经这个联合提供了这个。至少超过哦，还有加拿大、澳洲，至少提供了170门的这个 N 拐拐拐的这样的一个拖椅式的这个重型的这个火炮给乌克兰使用，让乌克兰来对付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很多的重型火炮，那乌克兰也必须要有这些 N 拐拐拐，跟我们之前呢讲的海马斯跟 N 142哈，都是有异曲同工，都是火力强大、精准度高。虽然它机动性不如自走炮，可是它因为重量轻哦，整个。发射完之后呢，他为了换转移阵地，也是可以马上靠这个车辆带着打了就跑，而且时间很短，而且它故障率很低，维护了这个方便，修缮也方便，这个优势很高，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继续提供。那除了，但是问题是它的产能要提高，所以美国跟英国就合组了一家公司，哦，就是美国的前雷神公司跟英国的 BAE 的这个公司一起来帮忙。那除了 N 拐拐拐，其实还有英国的星光防空飞弹、跟 AS90 自走炮、跟美军的刺针飞弹，这些武器呢都属于西方要援助乌克兰，但是可能产线已经停开了，受到影响。现在美国的这个前雷神公司跟英国的 BAE 他们都打算一起来帮忙这个乌克兰，所以我说第五、第六个这个朋友全部都跳出来。至于刚刚讲的七个国家，另外一个是谁呢？是，那就是印度了。你现在看到印度哈，这个利用波兰援助给这个乌克兰的谢氏自走炮啊，他发射的这个自走炮是这一个武器，但是他总是要有炮弹。对，就你看到这个炮弹的颜色好可爱，是黄色的，还有红色条纹，你知道吗？这是印度的，有别于北韩的蓝色炮弹，印度的是黄色炮弹。这个 yellow 的颜色呢，原来是印度他提供给这个北韩的，提供给那个乌克兰的155公里的这个整个它的一个重型火炮的炮弹，它的重量大概42到45公斤啊，射程也可以达到30公里。连印度都下来帮忙了，就真的表示美国和北约国家他们提供的这个炮弹也不够。所以看到这么多国家，至少七个国家都跳出来帮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丁，我觉得他有点给白，他就这样讲说：“哎呀，乌克兰本身不是我们的敌人呐，那些在战场上想要摧毁俄罗斯国家地位，而且在战场上实现对俄罗斯战略失败的人，主要就是乌克兰背后那些西方国家。”所以他目前案子这七大国家跟这些欧洲国家，那难不成普丁你要跟美国、英国？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新闻内幕、独特观点，厘清事实，破解谜团。我是陈明君，我是李佳明，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